接下来我们用这一队来挑战一下这次的高级修罗场攻击挑战吧。不放通关队伍吗？没有通关的、欸。哎、欸，转起来特别带感，有没有？放机械组的，明明就不是机械组，硬要放机械组的音乐。卡住了眼。第四个好像固定是他、欸，好了，我就没问题了。再来就是第五关，速刷队伍，我觉得要组个猎人的，猎人感觉比较无脑一点。这种就是靠技术的这一队，这板要充好充满吗？哎、欸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实战，就是分析好不好？在我的第二频道有那个大奖的分析，三元。有黄泉怎么没有蛆？我蛆在哪？反正不是要有吗？可是现在还没有那个得到的方法。习惯可以用猎人打打看吗？可以啊，等一下吧。哇，等我一下下。如冲到是第十一关了，这是我的东西。杰克电器珠子赚到我辛苦，来到了第十二关。首先藏马一定是开这个，暂时休息一关，不用开爆发，下一关再开。软房有用吗？那软房没有用吧？不是都一样，差不多硬吧？啊，黄泉空转，看到黄泉直接空转，空转一波，失误。为什么我1000分还没拿到哲罗？哈，我记得他不是活动结束才发吗？打爆你！嗯，那一天看两场辛苦了，感谢斗内。10万的答案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我还没看那个问题是什么。什么鬼东西？不能消光暗是不是？哦，真假的？邪火木，反面消钢光光暗，光暗不能消啊。光暗消了他生气气啊！我跟你讲，剩20秒。直接打一关吧，我想变身，打两关，
转好了。哇，十九关啊，各位，还可以吧？要是再好一点的话，就可以二十了。就刚才那个三鼠盾那个啊，很烦啊，那就多一关了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分数，重点是分数好不好？3400，哦，差一点呢。好，3400。